来来来，二段进场啊，不是非二段进场来了，二段进场，十一连胜，这我拿下来应该是可以的吧，对不对？请选择禁用英雄，牙牙不能放。敌方选择英雄，我们候选。虽然对面已经亮小丑了，我们再等一下，星魁跟超人，我还是比较想拿奎伦欸。我们这一季的第一个 S， 我想用奎伦。指纹刀锋是你同学，哇，你是认认，哎，认认赞哦。奎伦啊，不管，这一季就给他用奎伦上 S 线。不行吧？那么奎伦你遇到对面苏啊、卢米啊加麦克斯，哇，对面辅助再出一个造势眼，看到那个阵容我都不太敢出欸。其实我打巅峰或打一些高端局，我就是我看到输我就哎，这把没办法出，这把不能出奎伦，这把出奎伦会炸。哎呀，传说对决，我们蓝开吧，四个蓝吧，这把我们必须赢，十一连胜。莫托斯，莫托斯很硬啊！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，却是最高效的方法。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。一样难开。等级三的世界要一样来开了，刚刚是不是口误了？都行，我们前面不要着急了，不用跟那边起冲突。十一连胜，就是这么霸道。那边那个前期很凶了，跟他们打没什么胜算。幸亏死，那就好。这我们选择这个冰比较香。没事就带个魔龙啊，好吧，带个明灵飞龙出哈。政治无关，看怎么开，还打我，吃吃吃，如影随形，整个凯撒。冲冲凯撒是能吃，直接开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小丑没大招，不过是条腿。就有点痛。哎呀，有点痛了，辛苦了，别吸了，打野很可怜啊。你知道打野我们去吃兵不会分到对面的经验的，没记错的话，他们来打，他们经过我们的野怪会吸到我们的经验的。哇，兵吃掉。打野很可怜啊，哎，这波操作我看着，坐稳啊，跟坐稳打下一个点，其实坐稳这方面啊，我坐稳有点烂。越是弱小的人，这个小飞龙，来来来，爸爸来看你了，飞龙，乖啊，两只都是我的。魔龙被击败，魔龙就魔龙吧。你刚打我，你刚打我。
对面的人确定吗？哎呀，鸡腿！就我拿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反正都是多的。想想，想想，把星魁的东西全吃了，舒服。来来来来，哎，捡蒙藏，兄弟。世界不是非黑即白，大多数人都喜欢在灰色地带。我们先把野怪收一收，有空再去帮那个海洋收野怪。哦，夜机怎么给？是你？政治无关。我们再收个兵吧。去坦城发现目标。收税一下，他们很多人呢。因为吃凯撒，吃个凯撒。吃个凯撒，吃个超人也可以。哎呦，小偷哦！哇，我被哇哇，他那奎伦放大招会沉默还是会死啊？有点哭啊！哎，往外翻，往外翻，哎，漂亮！那沉默真的太鬼了。难道他拿的是什么倚天屠龙剑？是不是？真是的，那一把倚天屠龙剑不是很牛吗？超哎，超猛的！他那一把倚天屠龙剑，真是的。超恶心了！超人兄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来，算你有种！哎呀，错了，我错了！哎，你错了哦，是有点痛。开始行动！你看什么？看什么看？你看什么看？哎呦，掉到了，掉到了！哎，哎，哦，哦，这边有点凶哎！来来来，二段进场啊、哦！二段进场来了，二段进场哦！哎。二段进场，这十一连胜，这我拿下来应该是可以的吧，对不对？哎，试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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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会抢，都给你玩就好了、啊。哎，哇，好痛！三。哇，全招灌在我身上啊！绝意死战、致命消命罐、什么星魁、龙刃斩，哇，倒是有点痛。来推一推吧。如果可以把他们两个压制的话，那个兵，兵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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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兵没了。下一波兵要到了，有办法吗？吐他，小蚯蚓，走。哦，有点糟糕哦。哦，冰到了，哎呦，点塔射手行吗？好像不行，可以吗？没有冰呢，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你们可以吗？开始行动。好吧，那我来。这有点无情。
开始行动。开始了。神操作，每次看你打野都很疗愈，运气好啊，也不是每一把都这么顺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还是会踢到铁板。金牌刺客，啊，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传说印记，哈哈 ，XIV 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恭喜，不会不会，轻轻松松啊。我们打几把？30。舒服。总共打几场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11连胜，爽。